座妈祖神像，它全长有28.8公尺。那这一是代表妈祖的四乡五岛的总面积有28.8公尺，然后它，所以它神像就高达28.8公尺，对，很高，对啊，很漂亮。然后它是由365块花岗岩所组成的，酷哎，就代表每日都可以平安。我补充一下，为什么妈祖要放个妈祖巨神像？是因为